喂，新好，我是金公公。这个清溪的景山寺附近的一楼的，加两个房子，一二，加第一个房子看小房子很大呢。这朝东的呀，这有一个床、衣柜，然后客厅很大呢，客厅有空调在这里，这有一个书桌。冰箱，哦，电磁炉灶，水车需要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哦，不要停啊！卫生间很大很大呀，这是洗衣机、洗脸台、马桶，卫生间真的很大。这个近期只有一个鞋柜在我们大房里面，大房怎么这么大？还有阳光挺好，空调。房子、床、两个书桌、衣柜都有的，大房是吧？大房上看的客厅，客厅很大，空调小房里面没有，可是这个房客厅里面有空调的，是，这挺好的呀，挺不错的。下面一楼挺不错，一楼的，是吧？这搞定吧，一楼挺不错的，这个价格也便宜，书桌可以进来，一楼也可以。这个书桌可以过来放在这里，可以的。床在这里，衣柜在这里，书桌在这里，这样安排。这我是金公公。